来，这个是灯城夏草九大石斛嘛，不是九大仙草啊。这边是玉枝桐茸是吧？肉桐茸嘛，也就是对吧？再往那儿呢？再往下边看。茯苓嘛，哦，花甲之茯苓是吧？这个是什么呀？手乌，手乌，这个是何首乌，这个是人参，对吧？这边呢是珍珠，还有灵芝。我们再去看下一个，然后这边是啥？人参。哦，这是介绍的。然后这边是那个啥呀？这边是雪莲花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石斛，排名第一，对吧？九大仙草，我是反着看的。然后现在给你们运镜过去看一下，石斛、千山雪莲，然后这边是人参、手乌、茯苓、灵芝、珍珠，然后这个是橙草，这边呢是桐茸，然后这就是九大仙草。继续往里伸进，看看我们的仙草谷里边人山人海，我们往里看。这个春天跟着一晨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